怎么样？诺诺，你这样脖子不小心会被勒住哦。哦，乖乖，小朋友不把绳子绑在脖子上。怎么样？诺诺。诺诺，不可以把绳子绑在脖子上，危险哦。怎么样？哦哦，小危险。危险，真的绑吗？诺诺，危险哦。哥哥，你看，no no， 三秒，no no， no no， no no， 三秒，no no， no no。大姐，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妈妈现在在干挖洞里，那个把门打开，那个准备他妈。就整个到厕所的通道都打开了。两分钟。no no， 三秒。诺诺不可以把绳子弄在脖子上，危险 ，baby， 危险。真没有危险，诺诺。告诉我怎么走。后面有车，后面有车。后面有车吗？然后我在你旁边。他没有我旁边吗？什么口味的？要命！哎呦！要命！要命！哎、你讲什么话他都学进去，所以我就跟妹妹讲，你不要整天讲一大堆奇的话这样。嗯。我戳你屁股啊什么。哦，不能讲这个。要命！马上就学起来。要命！这个有的。对。他现在像鹦鹉一样啊。要命！什么东西要命啊？啊要命！就在哪里？就大姨的家呀、啊，住在哪边？哪一个是入口？大姨那边带。我们爬出小太阳，一起小太阳。好，你等一下哈，可以下来，后面没有车。有没有车？没有。这位谢谢啊，快点叫你姐，好，拜。跟大姐，大姐你要铺毛巾哦，赶快大门打开来哦，哦，从王朝嘎嘎到现在，动来动去哦。不能跑太大哦。西北西的照相机啊，对，很久了，又很久了，对。你有没有一台新的？因为我之后那个给我那个给你以后，后来就想说我还是要留一台，因为我要拍这边。跟你说晚安。我很多都是这样拍的。